确等会实。儿现在看看。有声了吗？喂喂，有了有了有了，你那有？拿这个，拿这个。这个有是吧？这个有。早啊，朋友们，早啊，亲爱的朋友们，没有声呢。这回行了吧？这夹子这难看不难看？啊，早啊，朋友们，啊，我都记得大家啊，一些个老朋友们啊，朋友们又都来了啊，欢迎大家的光临，没事点点赞。动动手指点点赞，没加入粉丝团的朋友亮起小灯牌，亮起小灯牌，谢谢朋友们啊，谢谢朋友们。嗯，不早了，都中午了哈，哪中午啊，十点钟嘛，啊，十点钟是一天状态应该是最好的时候啊，大家都在干什么呢？咱们上来先闲聊两句。嗯，哦，次第花开了，谢谢朋友啊，谁呀、啊、这是。小猫妖蓝啊，嗯，在看直播啊，希望你就不要走了，好不好？云维同志啊，云维同志啊，上班摸鱼啊，不要摸鱼，好好的工作啊，闲散时间呢啊，可以放松一下自己啊。上午十点钟啊，十点零六分零七分了，老朋友李九春又跟大家见面了啊。上网课的朋友该上课上课啊。啊，那我得偷偷的跑了。你不能跑，你回来，你个 NWN 小狐狸，你给我回来。嗯，啊，好多朋友还要点成语让我讲是吧？啊，咱们不着急，慢慢来。今天都有一定的安排啊。白葛蒸馏啊，榜三大姐要跑了，不要跑啊！谢谢朋友们的光临，谢谢朋友们。嗯，小心心点起来。给咱们点点赞啊，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看到。没加入粉丝团的朋友加入一下粉丝团。嗯。嗯。对，今天又是画饼的一天。嗯，晚上咱们还要播还要见。嗯，不着急。嗯。不要跑了，不要跑了，跑了显得不合群儿。嗯。早晨起来是一个工作时间最充实的时间嘛，是吧？效率也最高。北京这两天的天气啊都是阴天，嗯，可能朋友有的起的还不是特别的早啊，身在各个区的朋友呢，有的在居家办公啊，有的那个居家学习啊，嗯，大家反正呢共克时间一定要好好的度过这段时间，嗯，没事在家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充实自己，嗯，身体休养生息啊，构建一个强大的心理建设。然后呢要多增长一些个知识与见闻，让我们呢生活每一天都充实一些，嗯嗯，兰兰是榜一啊，一直都是榜一啊，一直都是榜一，小猪猪的麻麻，小猪猪的麻麻，你觉得这个网名起的都很有意思啊，生物钟已经错乱啊，随着我每天上午十点来钟给大家直播呢，希望把大家那个生物钟给它调整好。啊，到了我这个年纪这个岁数以后呢，觉得这个生物钟很重要，还是上午的工作学习的效率比较高。嗯，欢迎新来的朋友们，欢迎新来的朋友们，嗯，欢迎新来的朋友们，嫣然若曦，嗯，小橙渣，谢谢朋友们的光临啊，谢谢朋友们啊，糖糖啊，画饼，今天不画饼好不好？今天晚上一定要给大家直播，一定要见面啊，好吧。谢谢朋友们啊，没事点点赞，点点没加入粉丝团的朋友加入一下粉丝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特别的想念大家。现在每天不跟大家见面，心里边空落落的，空落落的啊。现在我们也是都聚在家嘛，是吧？嗯，都是在家。哎，葛师傅，嗯，我看他们老飘啊，谁谁正在购买什么的，这是什么意思？有的在买商品。哦，嗯嗯，谢谢朋友们。真不虚伪，我是一个特别真实的存在，言而有信，说话掷地有声，男子汉大丈夫，兔兔嘛是个钉，说话是算数的，晚上肯定见，亲爱的朋友们啊、嗯，咱们先说咱们现在啊，好朋友们都来了，我特别想念大家，看着一个个熟悉的 ID， 看着新朋友的到来，特别的欢迎大家，
有新朋友来呢，不知道我是谁，我给您介绍一下，我是德云社的相声评书演员，我叫李九春，每天上午十点来钟给大家直播，分享我的心情，分享我们的生活，分享好书，分享我的好课，谢谢大家啊！大家早，限量版，大家早啊！好，好多朋友还在上学上班的时间是吧？一定要好好工作，好好的学习。现在能够在外边工作都和学习都是一个很奢侈的事儿了。大家攻克时间，咱们一定要度过这段难关。嗯，谢谢朋友们啊，谢谢朋友们的小礼物啊，谢谢朋友们的小礼物，咱们的小心心小礼物走一波，走一波啊！谢谢朋友们，不要耽误您的正事啊，不要耽误正事，感谢各位朋友，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感谢朋友的理解，谢谢朋友啊！升级了，咸咸菜啊，咸菜这个名字还挺喜欢。我这个人呢，老朋友肯定都知道，我这个人就特别喜欢吃咸菜，为什么呢？因为它单纯，它只是一个味道，咸，偶尔的加一些辣和酸。人生嘛，酸甜苦辣五味调和，大家都得去接触。不过是越是简单的，越能直击咱们的内心，能够长久。天天让你吃那什么那糖醋里脊啊，你也不行啊。可是咸菜天天不能有，天天都得有啊。谢谢朋友们。我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啊。跟昨天一样啊，咱们这个在咱们直播间一直的爆款，这是德云社相声演员于谦老师的这个再版的签名版的精装的玩啊，恭喜朋友们，我又跟那个出版社达成了协议，又要了几十本的库存，现在我大概小100本的库存了啊，就够我这几天直播间跟大家分享的，因为总有朋友没赶上的啊。今天还是这样，这个玩呢，一会儿待会儿咱们半价销售的这个玩20多块钱，于老师亲签版、亲笔签名版的这个玩又有了啊！待会儿我再给大家放20本，好不好啊？昨天或者前天没有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这个好机会，体验一下于老师的游戏人生，谢谢朋友们。今天一定要。上次没抢到是吧？抓紧时间抢啊！不要离开，不要走开啊！这么有魅力的春姐在陪伴着大家啊！还有人间可爱跟人间烟火也是谦儿大爷亲签版的两本书也依旧在，一会儿有要的朋友呢咱们再来再来放啊。对，我现在就想调查一下这个玩儿还有谁没抢到，还有今天想要购买的朋友们嘛，因为我今天想放20本细水长流嘛，看看朋友们有要的没有要的，要的多呢您我就回头个把那库存呢调一调，好不好啊？有要的朋友们在直播间打个要，因为之前有的朋友没赶上的，确实是您收藏啊，在家里摆着也好看啊。主要我觉得还是内容，品读于老师的游戏人生的这种态度啊。买过的朋友们，要是已经收过的朋友、拍过的朋友就不要写了，好不好啊？咱们不要做虚假的这种数据啊，我想统计啊，谦儿大爷亲签版的，一共签了500本，我这边卖了好几百本了。完了呢，这个又要了一些库存，快到100本了又啊！谢谢朋友们，谢谢朋友们啊！可能现在在这个购物车里应该没有，待会儿咱们上链接给大家上啊，给大家上啊。之前我在直播间推荐的这些个书啊，对朋友们很大的帮助呢，我也特别的欣慰。我先说一条这个粉丝互动，很多朋友有买过书跟我留言的，有一位昨天有一位朋友。我也不知道今天这位朋友在不在啊，他才14岁，可能是对这个昨天推荐的内在疗愈这本书挺感兴趣啊，因为什么呢，他这个经历啊确实是很值得大家的同情，很惋惜。不过呢他自己也积极向上啊，积极向上，这位14岁的朋友曾经家暴，遭受过家暴，很可怜的一个小朋友，一个小姑娘应该是。反正是我一直陪伴着他，一定要帮着他一块成长，一定要活得特别的精彩，给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看看啊，老娘不怂，以后要站在山顶上藐视这些人。
因为这个每个人成长经历不一样嘛，希望大家都有幸福的生活，但万一有点不幸千万不要气馁，直播间里李九春与你同在，永远在你背后支持着你啊，这是我对大家的感言，也谢谢大家对我个人的信任啊，对我个人的信任，嗯，非常的感谢大家啊。还有我在直播间以前推荐的一些书啊，反馈都相当不错的啊。今天给大家继续介绍一下莫言老师的生死疲劳啊。莫言老师的生死疲劳，莫言老师您大家都知道吧，是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华人，咱们这个土生土长的中国文人好像就这么一个。那他是凭借这本生死疲劳打动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评委啊，这是一本我认为将来会变成名著的小说啊，生死疲劳。讲的是什么呢？地主一个西门那儿啊，他呢在50年代土改的时候被咔咔了啊，非常的冤枉，跟阎王爷抱冤，阎王爷为了救赎他的心灵，让他武士为动物，投胎到自己家佃农啊，他们家这个佃农还娶了他的姨太太啊，你想他那个心理路程，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自我救赎的？关键就是莫言老师这个脑洞大开，特别的棒，他这些东西都能拍成很多优秀的电影啊。他这个武士为动物，最后救赎了自己，转世为人啊，这是一个中国版的《百年孤独》啊。这书挺厚啊，但是读起来一点都不累，您放心，他语言都相当的接地气儿。相当的这个，因为它是50年代农村一直到2000年50年农村的发展变化，它本身就是农村长大的，它不避讳使用什么屎啊、屁啊、尿啊这些个词汇来表达最淳朴的人们的内心，非常值得推荐的一本小说，莫言老师的生死疲劳啊，希望朋友们都好好的看一看这本小说啊。在咱们直播间是不是有什么优惠呢？还请葛老师给咱们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直播间是也是五折销售，一个是原价69块，大的书今天咱们直播间是34块9。30多块钱你买两根冰棍的钱啊。世界级的名著。我觉得它将来会变成名著的。而且它这里边的语言为什么我看着非常舒服跟大家推荐呢？不单它是名著，我看了它这个如果要是不这么著名的话都能改编成评书故事，他这个口风都特别的接地气儿啊，分别转化成自家的这个动物啊，牛啊，先是驴是吧，啊，驴啊，牛啊，狗，猪，猴，最后才转世为人，自我救赎的一个过程啊。名著朋友们一定要看小说啊，劝大家都读经典看小说，小说这是一篇，咱们这里边推荐的小说并不多，可能是唯一的一篇非常优秀的小说啊。这些背书我就想必就不用给大家进行复述了啊，反正是莫言老师的书《闭眼入》就非常优秀了啊。闭眼入这本书可以闭眼入。对，这个是非常显格调的一本书。就是你想咱们现在生活当中这些个困难呀、焦虑呀，哪有在这个土改的时候地主的他们那种承受的生活压力和创伤大呀，对不对？看他们是如何自我救赎的啊。生活虐我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恋，这是给大家传递的一个好的心态。莫言老师的生死疲劳，上一波链接朋友们看看啊，可以拍一拍，有没有要的朋友们啊，可以打打药，可以打打药，抓紧时间啊，咱们上一波链接半价销售的。有已拍的朋友可以打一下已拍啊，没拍的朋友我真的劝大家一定要好好看一看啊，长篇小说现在他这个43万字啊用43天就写完了，亲爱的朋友们。但是他的人主人公和他要表述的展现的人性在他心里边可存在了得43年。你了解这三个43就明白这个小说的重要性啊，希望大家拍一拍啊，好吧，已经抢光了是吧？对，已经抢光。这个还有这个，有人想找你签名。找我签名可以，亲爱的朋友们，凡是从我直播间购买的商品，我都给大家签名，都可以给大家签名啊。
刚才你们是不是刚才听见葛老师的这个声音了吗？大家听见没听见给我回复一下啊，因为那个麦可能出问题了啊。这个是半价销售的啊，原价是70块钱 ,69 块 9, 咱们直播间都是半价，都是我给我推荐这些书呢啊，那能听见是吧啊，我推荐这些书呢都是直接跟出版社要的正版书啊，要的最低的价格，我跟您对。还有想要的小伙伴吗？嗯，还有没有想要的？还有没有想要的小伙伴？咱们再上几个链接啊，上几个不多啊，嗯，如果没有的就过了，好吧？如果没有的就过了，大家抓紧时间，因为这个我是为什么想起他来呢？很多朋友就叫什么呢？就是那种反馈，嗯，这是反馈特别好的之一，反馈特别好的之一，嗯，玩能不能签？玩是谦儿大爷的书，我签。您要觉得合适的话，您拍下来以后呢，到剧场里边找我，我会给您签，会给您签啊、嗯。这个《生死疲劳》确实是非常莫言老师非常优秀的长篇的这个小说啊。好多朋友啊，其实反馈说，你看那个书这么厚啊，那个九春老师，我什么时候能读完呀、啊？啊，好多对呀、啊，学习啊和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比较忙的时候，生活当中都是一些碎片的时间，你要找三天时间专门读这本书，哇，那才过瘾呢，没有这样的时间啊、嗯。其实在碎片的时间应该给它好好的利用起来。奇迹哎，要上了两本多钱，想赶紧去看。对对对，赶紧去看。嗯嗯，奇迹赶紧去看。嗯，还有奇迹想要是吧，没抢到是吧，去拍吧，去拍吧。嗯，抢光了，还有吗？还有要的？没有没有，现在还有两本，还有两本没拍的，赶紧拍。嗯，上一下链接。上。嗯，给大家上一下，让大家在这屏幕上就能点到。嗯，谢谢小伙伴，新来小伙伴点点关注，咱们一边听我聊天一边点点关注啊。谢谢朋友啊、嗯，谢谢朋友。嗯，谁的书都能签，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哈。只要您能遇见我拿着书来，我都会给您签啊，这是对大家的承诺。这个地方不画饼，不画饼，亲爱的朋友们啊，亲爱的朋友们，嗯，好多朋友说没有这个时间是吧？我给你介绍一个可以在碎片时间看的莫言老师的另外一本书，这是他的新书。之前我在直播间说过一次，没有具体的说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没读完，跟您说实话啊，现在读完，它是一个短篇小说集。叫莫言的奇奇怪怪故事集，这本书是什么书？是一篇短篇小说集，也给大家强力推荐的啊。就是莫言老师讲故事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我为什么喜欢读他呢？他讲故事的那个能力，起承转合，如何拴扣子，如何结束，都是我们说书人非常值得借鉴的内容啊。这些的大师，这是在干嘛呢？这本书是这十几篇。应该是36118，它分了三部分啊，36118，18篇短篇小说都是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呢？是他小的时候在没有电脑没有电视那个成长的小时候，他的这个祖辈们爷爷奶奶们家人大人给他讲的一些故事，他通过加工整理，他在干什么，亲爱的朋友们啊，这里边有奇奇怪怪的人，奇奇怪怪的事，奇奇怪怪的故事，他在干什么？他在展示人性，真实的人性啊！你拿这本书可以当什么呢？就当当代的《聊斋》。《聊斋》读起来晦涩难懂，你得听评书，这个不用啊，这个不用，文字非常的清新接地气儿。它是当代的一个《聊斋》，离奇荒诞的故事背后显示的是真实的人性啊！你看他这个书名啊，只有莫言这么大的脑洞，才能带你去探索人性幽暗处。人性幽暗处，我印象最为深的，他开篇头一篇叫木匠跟狗。你知道莫言老师他父母辈祖辈都是木匠，和一只黑狗的故事。这个故事这个从时间上设定来回来去穿换，读着有时候都有点乱，我读第一篇时都没读懂。后来他解释这个黑狗最后把这个木匠说给咬死，最后被一个放鸟人啊，是一个放鸟人利用这个黑狗的矛盾，其实人心险恶的不是这个狗，而是人啊。后边一篇紧接着他写的就是猫，各种各样的猫。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年开展四星活动的时候，
那上山下乡，你们可能这个年龄不懂什么叫四清，就是那个时候是搞运动，这个运动呢到民间去宣传这些运动，这些叫派饭。什么叫派饭呢？你得管吃啊，到农村以后得管吃。那么穷的莫言的家里边啊，为了给这个派饭人弄点好吃的，杀了家里唯一的一只鸡。莫言跟他爷爷去冰冷的天呀，去河里去捞鱼，一天的时间只捞了一条黄鳝啊。那时候他们都吃什么呢？就吃红薯啊，家里还有一点长了虫的一点点面粉，就是这点面粉炸了这个黄鳝给这人吃。最后在这个假装疯魔的让这个莫言，他是小孩啊，进去跟他同吃啊，你展现了那些个人性。这个他吃的那个那就那个嘴脸啊，嘴脸是一个贬义词啊，就是他吃那个状态特别让人笑话的那个状态，展示了这个下乡那个人和当时他的祖母还有莫言这个充分展示那个人性啊。还有好多故事可以大家推荐，你比如说有一个被买还是被拐还是被介绍来的一个小姑娘，嫁给了当地一个残障人士，最后这个女人居然长起翅膀飞了。搞笑的是什么？全村人都在逮这个女人。你可以影射一下现在好多啊，就是就有之前有一个总是被屏蔽的一个事件啊，也发生在哪儿？徐州。嗯，这个事件我都不跟大家公布了啊，明白吧？啊，这是他的脑洞，展现的都是一些个人性啊。这在咱们直播间呢，这本书跟那边价钱应该差不多吧？43啊，反正莫言的书必言入就对了。嗯，你不要质疑他讲故事的能力啊。为什么都推荐纸质书呢？我老说这闻那个墨香啊，闻那个墨香，哎呀，这个书的就是这个质量非常好，选纸啊、排版啊等等啊，主要是莫言这个内容实在是令人哎呀唏嘘不已。听他讲精彩光怪陆离的故事，探究背后的人性。如果你没有长时间碎片时间，有长时间一定读生死疲劳，没有长时间的碎片时间读这个短篇小说集莫言奇奇怪怪的故事集啊。嗯，有药的朋友可以上了吗？刚才啊，有药的朋友赶紧去拍一拍，拍一拍啊。这个猫这个故事它不只讲了一篇啊，在第二篇这个猫的故事里边就讲了很多很多猫的故事啊。然后有这个他读鲁迅的时候这个猫啊，他还解释了一下闹猫猫闹春的时候的这个现象跟人的不同处理，还有这个什么古埃及啊对猫的一些理解，日本啊对猫的这些个传说啊，猫在咱们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不管是正面还有负面的形象，他连黑猫警长都可以举例子啊，非常不错，非常不错。猫闹春不是闹我好不好？哈哈哈哈啊，我知道你们要表达什么，非常不错。莫言奇奇怪怪故事集非常值得大家收的一本书啊。介绍就介绍到这儿了，有拍的时候你们自己去拍好不好啊？有新来的朋友啊，新来的朋友点点赞啊，给主播点点赞。拍一拍刚才介绍莫言的两本，一个长篇小说一个短篇小说集，都是非常精彩。莫言老师是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啊，其实他你说有多么就是辞藻多么样的华丽吗？怎么样出身吗？并不是，就是农村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啊，成长起来的，你带着泥土香的一个文学家啊。他为什么那么出色？因为对人性的深刻的鞭辟，还有主要的是他这个特别大的脑洞，就读个好玩先。有拍的朋友赶紧去拍一拍莫言朋友莫言大师的两本书啊。新来的朋友啊，我是你们的朋友李九春，德云社的评书相声演员，正在给大家分享好物，分享图书。谢谢大家啊。咱们可以聊一聊了好不好？我看好多朋友在等玩是不是啊，咱们点点赞点点赞。莫言老师的书啊，奇奇怪怪故事集现在非常火啊，非常火。
限量版的猩猩啊，这猩猩长得是真漂亮啊。我没感冒，哦，你感冒了啊？你感冒了，好好的多喝热水，好多人多喝热水是渣男的行为。我跟你说，多喝热水是特别的排毒养颜、调理身体最重要的。一个睡觉，一个多喝热水。当然了，感冒了还要吃药啊，还要吃药啊。志哥早上好，你好啊，上午好，已经十点半了，不是早晨了啊，不是早晨了。谢谢朋友们的支持，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好多人都说拍到了，谢谢朋友的支持啊。没事给咱们点点赞，没加入灯牌的粉丝团的朋友加入粉丝团啊，小心心走起来啊，小礼物走一波。啊，新来的朋友不知道啊，然后咱们直播间一直的福利款就是谦大爷这个玩儿，半价销售谦大爷这个名篇著作玩儿啊，亲笔签名版的玩儿啊，体验于谦老师游戏人生啊，这本书的质量非常好。真的精装的，外边皮硬皮，里边这个纸张选择的非常非常棒啊！待会儿呢，给大家再弄20本，看看有多少朋友要。新来的朋友呢，不知道的朋友们，不知道的朋友啊，我给你介绍一下，玩还用介绍吗？只想当个把式伙计，这是一个谦大由穷到富，整个都是玩的过程。他不管什么状态都断不了玩，里边各种的游记和他记录一些动物啊，鸽子呀、鹰啊、鸥鹰啊、狗、马、猫等等等等啊，这是非常值得大家收藏纪念的一本书啊，不用介绍，坐等开枪哦，坐等开抢，是不是啊？给大家点点赞，把赞点到3万，咱们就开，好不好？点到3万，给主播点点赞，好吧，那就开始开启了啊！好多老朋友艾迪我都熟悉，还有很多新朋友来的哈、啊，还有一堆新朋友来的，谢谢大家的关注。有没有第一次来直播间的？谁第一次来的呀？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啊？有没有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有没有？我就打个一，可以扣个一，我看看到底有多少新来的朋友啊？欢迎朋友啊，欢迎朋友。壮壮你是新来的，每次都在啊，壮壮是我们的护群护法啊，我给大家可以封个官吧，好不好啊？榜一大姐小猫妖兰兰永远在榜一待着，有没有朋友想把小猫妖兰兰榜一大姐给他干下去？我特别喜欢挑唆他们打架。谢谢朋友啊，来了好几次了，但是今天关注了，清风拂面来了好几次了，但是今天关注了，谢谢您，谢谢您。看来您关注一个人还不是很轻易的就关注，是不是？还在观察，谢谢您啊，谢谢您。我到底看看这个清风拂面这个朋友，他关注了84个人啊，然后还有对我的关注，谢谢您啊。把咱把赞马上到3万了，3万咱们就开玩好不好啊？20个名额抢完啊。20个名额抢完咱们就完，好不好？因为我还想留着晚上还得直播呢，对不对啊？晚上播的时候再抢一波啊，对不对？明天还得播呢，是不是？谢谢朋友对一个30多岁老男人的支持啊。咱们就上10点钟吧。谢谢朋友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不是画大饼，准备好了，咱们现在就开抢了。我倒数五秒钟，倒数五秒钟开抢。啊，是不是就不上那个什么了，是吧？就按时间说吧。就按时间说吧，咱们上个十秒钟，好不好？咱们就抢个十秒钟。我数五，三二一，就开抢，抢谁是谁，好不好？就上十秒钟啊！这是几号链接？待会儿我会让它显示在屏幕上。显示在屏幕上，好吧？谦大爷玩确实是好书啊，体验游戏人生这么精装的这个。你买这点纸都值了，我跟你说吧，咱们都是半价20多块钱啊！我跟你说，我个人挣不了什么钱，这是我咱们的福利款啊！我倒数五秒钟，那开抢了，倒数五秒钟，5、4、3、2、1，走你，上链接，走你啊！手慢无啊，大家快抢，好不好？于谦老师亲笔签名的玩，这是一直咱们的福利，这是我觉得是各种书里质量最好的啊！这个纸摸着特别的舒服。赶紧去抢，谦大爷的玩数量不多，十秒钟啊，快点下单，快点抢，
快点抢，好不好啊？快点抢，快点抢。啊，一定要快点啊，抓紧时间啊，咱们要倒计时了，马上要倒计时啊。谦儿大爷，游戏人生在动物园里的太开心的。亲签，这个亲签是亲签的，不是说印的啊。手签的啊，我老说力透纸背啊。手签的，这确实是都透过来了啊。手签的，咱们倒计时了，倒计时了啊，快点。十九，快抢，八七六。五，坐等收获，有抢到的朋友了是吧？好，谢谢你，恭喜你们，好，加油啊！有三本都齐了的是吧？三二一，好，收摊，你好了，抢到多少就是多少了，好不好啊？抢到多少就是多少了啊。他有说三本啊，他说这个三本可能朋友们不知道，谦儿大一共出了三本书啊，咱们这儿都是这个亲签版半价销售的，还有两本是《人间可爱》跟《人间烟火》，一直这个在咱们都有，这个库存也不多了。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想要的朋友？啊，肯定是有啊，就差烟火了。啊，看今天有没有想要这两本的啊？这两本呢，因为我在咱们直播间呢，一直都那个什么，一直都有这两本书啊，可能有抢到的朋友。我不知道有没有，每天可能都会有，每天都限量。只有这个玩儿是近期才来的啊。每天呢都限量给大家分享一点啊。不知道人间烟火、人间可爱还有没有要的，各位扣一波。如果没有要了，咱们今天就不弄了，我得留点库存。善解人意的肥肥啊，谢谢你。两本书都收到了是吧？啊，有想要的，这是真的啊，不是说咱们不是调查起哄。签名版，手签的签名版，亲笔签名。是签名版吗？咱们这儿都是签名版，谦儿大这三本书都是签名版，可以给您看一看，每次签名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手签的，拿笔坐这儿，用手拿着笔自个儿写的，好不好啊？有要的是吧？好，有要的待会儿再上一波，好不好？在直播间里不要走，一会儿我们就上这个。对，上完这以后，今天还给大家推荐我的成语故事课的时候，我又给大家准备了一条这个评书版的成语故事课，待会儿可以在快结束的时候，在尾声的时候给大家再演绎一遍啊。我昨天演绎的是这个从《三国演义》上找的一个“谈笑自若”这个成语，说的是大将甘宁。有昨天没听着的朋友肯定给您再演绎一遍，听着的朋友给您演绎一遍新的啊，好不好啊？宋春姐签名吗？我不签名啊，人家于谦老师的书我签什么名啊？如果您买过的话，有希望要我的签名，您可以拿着书到剧场去找我啊。没事，咱们再点点赞，小灯牌亮起来，亲爱的朋友们，小灯牌亮起来。怎么没有人把这个小猫兰兰榜一大姐的位置给它弄下去呢？谢谢朋友们。有十个小朋友看的书，有啊。小朋友看的书，我给你介绍这个漫画吧。介绍这个漫画，半小时漫画中国史。这个好多朋友都收录过啊，半小时漫画中国史。这是我推荐知识里边的书最贴切小孩的其中一个了。为什么呢？这个二混子画的这个这是一套成名已久的书，这是一套啊半小时漫画中国史。这个画风啊相当的出色，大家都见过。你看最后这个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画的葛优老师这个形象。他是从周朝春秋战国一直到清末，这个历史中国史是中国古代史基本上全都囊括了啊。他几篇就讲一个重大事件，几篇讲一个重大事件，一共是五本啊。这个画风非常的犀利，提纲挈领。他就为了这个，不是为了搞笑而把历史这个给你篡改了，非常严谨的一个人啊，非常严谨的一个人。这五本各个时期的他都有啊，五本书厚度不一样。这以前收过这么一套书，我是按照原价收的。这原价是多少钱？原价是200。五本书一本是小40块钱啊，咱们今天直播间呢也给大家便宜。也便宜，咱今天直播间是109。109相当于半价多了。相当于半价，
啊，相当于半价109五本书，非常的值，这给孩子看非常好。这个以前漫画，我小时候有看漫画的习惯，我大了我也看漫画，就是通俗易懂的掌握知识。这朋友们，这个小孩非常的喜欢看这本书。是怎么来的，我给你大家朋友介绍一下啊。曾经有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啊，他孩子看到这本书以后就觉得特别的出色啊，因为他上小学的孩子一边乐着一边把历史就记住了啊。你记住了以后呢，哎，这个主持人呢就是找到了这个作者二混子啊，辞职找到作者二混子，投钱压房产也给他出书。后来这个非常出色的作者出了好多很多书，这是最经典的这么一套啊。啊，五本一百来块钱，特别的值，可以上单间。才20块钱。对，你今天要去买，它就不要在咱们直播间，就是半价卖。半价卖，可以上一下链接，上链接，想拍的小伙伴啊，大家就赶紧拍。赶紧拍，这本书非常值。嗯，我们原来我以前，因为他微博上非常火嘛，这二婚的最开始的时候，我都是原价买的。之前，因为这个我这个还录过一期视频，很多朋友们的回复都是什么呢？都已经看过了啊，因为这个是非常值、非常优秀的这一本书，不管从画风、从讲历史、从孩子们的反馈、从大人的反馈啊，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很多啊，给大家讲过很多这里边的片面啊。皇上你辛苦啦啊，他光谈一个恋爱就养活了中国半个娱乐圈啊，说的是谁想必大家都已经清楚了啊，清朝那个皇帝啊啊。康熙、乾隆的那个皇帝啊，而且呢，他讲到这个于谦保卫北京城的时候啊，于谦保卫北京，于谦捧上一个新皇帝啊，神宗不是被逮走了吗？他捧上一个新皇帝来继续，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嘛啊，谁捧上这个新皇帝？那这个名字提出来，全中国都知道，中国第一神捧于谦啊。他就是用这些个，他脑洞也特别特别大，联系的也特别特别的多啊。咱们从第一本看的时候，春秋战国时期不是比较乱吗？好多小孩分不清楚，他怎么办呢？就把他画成一个班集体，西周的天子、周朝的天子、东周的天子变成班主任，齐楚燕韩赵魏秦、中山国、宋国、鲁国这些个国家呢，都是班里边同学啊。从这么个角度你去看，就这段历史提纲挈领就非常容易被描述清楚啊。这个作为家长来说，或者送给小孩的礼物，非常非常的值啊。我没有分不清楚咱们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这个前后连接，非常的值啊。分不清楚这本书特别值。对啊，因为每到改朝换代的时候，它比较乱嘛，比较乱的时候，所以很多人可能都分不清。对，评论区里边也好多人。我个人也不是特别的清楚。你比方说昨天我介绍南明史的时候，就是那个错综复杂那个几十年，是特改朝换代，就是社会大换血那个过程，其实特别难理解。但是人家这二混子，他人家专业，非常聪明啊。他在前言上自己说，我以前不看历史，为什么面对那么多文字我看不进去，没有兴趣的引导啊。对，没收的朋友一定要收一本，特别有意思，这个书特别有意思啊。他就是把这个枯燥的历史和这个兴趣给你结合的特别好。对，你清朝那个你比如说这个皇太极打了那么多回都没进北京啊，为什么进不去啊？你看这三环，北京的三环堵啊，进不去啊。啊，一下就让你记住那些个历史形象啊，画风特别的好看，画风特别的好看。啊，我给多次给大家介绍岳母刺字的时候，那个岳母母亲拿着那个针跟大锥子似的啊，啊那个镜头。说这个什么时候可以上故宫里大怪兽这套书？这个最近我们也关注过这套书，可能近期我们也准备可能考虑一下。你看那个唐朝的女人全是这个模样啊，你看武则天那个犀利的表情，这是武媚娘吗？这是武媚娘吗？凭借美色上位的武媚娘吗？啊，非常优秀啊，非常出色一本书，在咱们直播间比较值，相当于半价了，一百块钱。你合一本才20块钱，这是一套书。对，一本才20块钱。尤其你带小朋友的话，我是养儿养女的人啊，我是知道啊，带他出去一趟，这个花销可是不小。
你这花一百块钱，你这个五本书给他留在家里好多天啊，而且阅读特别快，好多朋友都反复的看，你觉得值不值？而且从小就让他这个知识历史知识的脉络给你了解的，先捋了一遍。嗯，他将来对这世界发生兴趣之后，他好多知识他就会很方便的学习。对，我看那个摇白茶，我已经买完了，并且看过了，我家有一套哈。这确实，你可以看看，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看过的这个读后感啊。这个一直在家里放着，特别优秀，而且特别受小孩喜欢。我原来那套，这是我从出版社要的这一套，我原来那一套都被哩哩啦啦的被人借走了，这五本都分别借给不同的人了，啊、嗯，确实是大家争抢的一套书，确实不错。有那个花钱划船的这点钱，你买这套书，嗯，还能学知识。啊、嗯，你看这大北哥，可不嘛，周末一块钱划个船300多。咱不，你还吃点呢，咱家门票钱呢，来不来去车费呢，这全算上啊。你买了一套书，把这孩子摁到家，摁到3天，你想你省钱不省钱？嗯，这确实，嗯，特别优秀的这本书这一套，嗯，特别的优秀啊、嗯。来，朋友们还在不在了啊？咱们互动一下，还在不在啊？你如果说是没有工作，不在工作不在学习的朋友扣个一，咱们聊一聊天好不好啊？嗯，都在哈、啊、扣一的朋友就是能大家聊天互动的朋友啊，是吧？嗯，小胖胖，哎，这个照相馆看着眼生摸鱼呢，照相馆啊，这是一个照相的朋友是吧？这个工作还挺好的啊。谢谢您的关注，点赞，把赞点起来。刚才到3万时候特别快，现在从3万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才6000个赞，啊，可能让更多的朋友们来多看到咱们啊，嗯，上班目再看帅哥，会不会是我呀？啊，秀外内中，是不是在说我呢？啊。谢谢朋友们的喜欢啊，我也特别的，因为现在每天时间跟大家见面，我特别积极啊，不跟大家见面我都特别难受，天天的啊，嗯，谢谢朋友们，没点关注没加入粉丝团的朋友加入粉丝团啊，刚才朋友说看我好几次才点的关注，谢谢您的认可啊，越是这样呢我觉得越值得珍惜啊，我就特别有成就感啊，证明您总是看我没招您烦，特别的优秀，嗯，感觉自己很优秀。九春你是最棒的，每天对着镜子对自己，九春你是最棒的啊、嗯！哎呀，我跟您说，开始直播的，每天10点吧，每天10点左右吧，每天10点左右啊。然后呢，我在直播间再说晚上播不播，今天晚上播啊。他们管我叫画饼李啊，管我叫春饼，什么什么的，我看了。粉丝名字叫春饼啊，以后管粉丝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嗯，叫春饼。嗯，门门小可爱，于大爷的书啥时候上？不上过了吗？你说的是玩吗？还是说别的呀？嗯，春饼是谁起的？是白可蒸流起的吗？嗯，白可蒸流脑洞可大了。白可蒸流画，白可蒸流画的画，画漫画我也看了，是不错。嗯，九村是哪个村的啊？我原来是北京市哪个村的，不是是双南村的。哪个队？你说哪个大队的？嗯，是哪个队的啊？是这个南双桥生产队的啊。我是南双桥生产队的啊。不是庞各庄的，说一大兴就想起庞各庄。都是种西瓜。嗯，我们那个我是亦庄人，我们这个地方还比较特殊。北边就是属于朝阳区小红门乡跟十八里店啊，东边就是通县，现在叫通州啊，西边就是丰台东高地那一片啊，我们这属于是四省通衢啊，不是四区通衢啊，我们是四区。嗯，有知道还有知道双桥的吗？嗯，在北京啊有个南双桥，有个北双桥，北双桥就是现在朝阳区的那个双桥。啊，我小时候生活在南双桥，它属行政划分属于大兴区。嗯嗯，哎，这是什么呀？盖头。
这是礼物吧？嗯，谁送的盖头？出来。华北大北哥，你是大北哥。大北哥，大北哥是男的是吧？你直播间为什么不做男的？是吗？我待会好得看看。我得看看大北哥，是个男生是不是？恭喜华镇什么？那那念什么来着？就是那个鹰隼的隼是吧？不敢认，我怕给大家念错了。啊、嗯，是吧？是男的，真棒啊、嗯！我舍不得离开直播间，那就别走呗啊！华真损的损，你告诉我，华真损的损。哦，叫华真损啊，还是个一哦。哎呀，这大哥还挺有意思，瞎拍瞎传，个人乐趣。喜马拉雅签约主播，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年人。你不要说中年人好不好？咱俩同岁。啊，欢迎大家。嗯，欢迎朋友们的到来啊，欢迎各种各样的朋友的到来啊。嗯，哎呀，刚才给大家推荐了好多书啊，推荐了好多书。这个，刚才说这个谦儿大爷这个书还有没有要的？人间烟火跟人间可爱是吧？玩儿还给大家上吗？没有了吧？有一些，还有。别上了，留着晚上吧。晚上或者明天啊，爱吃糖的小鬼，你乐什么？你乐啊、嗯！谢谢朋友们，谢谢朋友们的光临，我也特别的喜欢大北哥。大北哥等什么？你等着什么呢，大北哥？专门问一句，大北哥。门门小可爱，他也要要什么呀？嗨，要什么呀？打字扣字。要什么书？哪本书？嗯，有晚上你要相信我，相信我，九春是值得被大家相信。啊，要什么呀？你们是要哪本？是要玩啊，嗯、还是要？是我肯定是说于老师的书吧。啊，你是要哪本？是签名版的这个《人间烟火》《人间可爱》啊，还是玩啊？啊，啊都有。《人间烟火》比较多，《人间可爱》比较多，是吧？要是玩要的人少，咱们就不上了。啊，玩别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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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的都是这两本，这两本多啊，都是签名版的谦儿大爷的书。嗯，我跟跑的福利就都是半价，从那个出版社直接说的半价啊，签名在这儿呢，不是印的啊，好多朋友说印的，是亲笔签的，好吧，亲笔签的啊，要不然咱们现在就上一波吧，好不好？上一波吧，人间烟火，人间可爱啊，刚才有要，咱们注意啊，上一波啊，人间烟火，这波上的可不多啊，就上一点点儿啊、嗯，如果你要想拍的话，就集中精力，嗯，集中精力，嗯。这大北哥，你这儿的书我全买，太好了。想要的，抓紧时间了啊，马上就上。嗯、抓紧时间啊，谦儿大爷这个签名版的《人间烟火》跟《人间可爱》你上了，如果你上链接，快抢一下。如果你能拍，就去赶紧去下单。嗯。如果你不能拍，嗯，这个地址不行的话，咱们就再能等等了。嗯。刚才说这个麒麟说，一直拍，一直没法，那也没办法。现在麒麟的，你知道自己知道什么？对，所以就是没办法啊、你就得等等时间了再拍，好吧？已经上链接了，赶紧去拍。你赶紧去拍，现在在链接上的吗？已经上了。啊，已经上了是吧？上了。可以拍了，可以拍了。现在赶紧拍啊！人间烟火是讲吃，人间可爱是讲玩各种小动物，还有他七八十年代的那个北京的生活状态，就是谦儿大爷怎么从那种简单的生活中玩的特别有趣儿。主要学的是人家那个精神啊，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学的他的精神啊，就是不管是穷是富都离不开玩，不管是小动物，连买个咸菜，连削个苹果皮，连沙发是怎么在北京开始传开的，这些个话题他都能体验出生活的乐趣来，这是咱们追求他的精神啊，都是签名版的人间可爱，人间烟火就是吃啊，菜谱，哈哈，各种各样的吃，嗯。八年，他的是七八十年代，他不单是这个，因为七十年代，反正也差不多吧，差不多。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现在，嗯，你要能点得了，嗯，这大北哥华真损，能点得了，能下单就能发货，能下单的就能发货。如果下不了单，就证明不能发货，就等一段时间啊，亲爱的朋友们，嗯，就等一段时间。上海拍不了，那肯定啊，啊，他等过段时间再说吧。我为什么一直不一下给他一直都宣传完了，
赶紧的拍拍拍，给这个给他宣传一下，都给他库存卖光，我就是留着一点一点的，每次都有一点让不同的朋友可能看到啊。咱不能说您因为喜欢李九春，你就买我推荐的东西，这不是我的初衷。我推荐这些书和课都是您有需要，您真正喜欢啊。我就是给您介绍它好在哪儿，它非常的值，它非常的值得收藏，值得阅读，我才给您推荐啊。尤其好多心理学的书都是从功利主义这个角度给大家推荐的啊，就是咱们读了有用啊，也确实很多朋友私信或者是尤其对白鸽蒸馏啊，到剧场还找我说内在疗愈那个书那个时候对他很大的帮助，这是我特别欣慰的一件事啊。给你留着，是给你留着，我一定会留一部分的啊，一定会留一部分的。你浩哥不是二龙湖的，这也是个男生吧，之前在书店就瞅过这书啊，是个男孩，还挺帅，戴个眼镜，戴一个那个跳操的一个头带啊。你刚才你说错了，不是内在疗愈，是刺激花开。是刺激花开啊。对。对不起，我说错了啊。林三岁五连赞没抢到，什么都没，现在下链接了是吗？也一个俩的就算了吧，好不好？您下次等着我，晚上来啊，画饼里跟您说，晚上直播，晚上来，好不好啊？白鸽蒸馏多逗啊！我这个亲爱的朋友们，真的。非常欣慰，非常的高兴能跟大家一直这么陪伴着聊天啊。小猫兰兰，你这榜一大姐的位置可够呛了啊。晚上来好不好，勿连赞，是刚才是说林三岁说的吧，他没抢着没拍着啊。肯定还有没拍着的朋友，我也没办法。我也没办法了，好不好，你就明天或者晚上来，明天吧。明天十点是绝对靠谱，晚上分心情啊，你懂啊。没拍着的朋友啊，这么多没拍着的。然后呢，今天再给大家推荐一本，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推荐过的，如何拥抱一只刺猬啊。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讲了一个九大人格，如何拥抱一只刺猬。它是从恋爱的角度，就是咱们谈恋爱的时候，真正谈的是谁呢？真正谈的是对方的人格，跟他相处，其实是跟他人格相处啊。为什么叫拥抱刺猬呢？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刺，这些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上的不同的人格。这九大人格，你比如说回避型的，有依赖型的，边缘型的，表演型的，自恋型的等等，还有反社会类型的，就是各种人格。这是几个作者一块写的书啊，包括很多心理学的好多知识啊。比方说这种啊，这个焦虑型的，他总是在焦虑啊，既是看对方，也是了解我们自己。所谓识己者明，知人者智，自己跟对方都要了解，才能收获美好的爱情。我看这本书不是从爱情的角度，就是了解人格的角度来看的，如何与人相处，不单是爱情啊。我在直播间现在咱们互动一下啊，如何拥抱一只刺猬，讲的是人格跟如何跟别人相处，了解自己，如何恋爱的一本书。就是这样的心理类型的朋友有没有感兴趣的，我好这个来决定给您，不给您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本书啊。有感兴趣的朋友啊，扣个一好不好啊，打有也行。没有对心理，对这个与人相处，对了解自己有兴趣的。我看有小胖胖胖啊，有啊，叉叉啊，这他不怎么发言，叉点叉，我记住你了，你不都不怎么发言，看来你是真感兴趣。因为咱们直播间里边对每次对心理话题还都大家都挺。这是现在绕不过去的一个事儿啊。因为那个我说的是什么，如果有心理疾病，朋友们一定要去看医生，不要讳疾忌医啊。如果只是有一些个不舒服，或者是对自己还不太了解，只是有一些情绪上面的事儿，这个咱们用读书的方式来这个解决它啊。这是真是从功利的角度来讲。这本书呢，就是它是以爱情为角度，就是你恋爱的时候拥抱的这只刺猬，你如何拥抱它啊，拥抱它的这些人格啊，
讲了好多个人格，强迫型的人格。你比方说我看那个强迫型人格这一段落的时候，有的人在安排你的生活啊，因为他从心理学和角度讲分析几种人格，然后在恋爱中的表现如何应对，再给你举现实的例子，明白吧？这是帮助我们如何与人相处和了解自己。你比如强迫型人格，强迫型人格有一个男生非常的优秀，他是强迫型人格到什么地步啊？好多人追他，他都不同意。拒绝别人的理由是什么呢？不是对方不够漂亮、不够知性、不够可爱、不够喜欢，都不是，是因为我想找一个这个女孩，她住的家离公司的车程在十分钟以外的，是十公里还是几公里？我忘了，具体我真忘了。找这么一个，结果好多符合这种条件的女孩，我跟你说都不在他们公司。最后他找了一个女孩，真的离这公司 10.1 公里，好像是跟这女孩结合了。女孩也非常的幸运，非常的爱这个男孩啊，非常优秀。但是他强迫型人格，把这女孩的生活就是用刀劈斧剁一样都给他框起来，这女孩就非常的不舒服啊。最后怎么通过这书上提供的方法来理解这个男孩，来让这个男孩也做出改变，都是相互改变，慢慢的成就这个美好的婚姻。他都结婚了啊，就是那一个案例里边，就是因为这个比较极端，我就从这里，咱们在干什么，上来以后第一件事我觉得都是在寻找自己。你比如说我是干演员出身的，这里有表演型人格，我就特地翻了翻这个表演型人格。表演型人格是什么呢？他不在舞台上演出，他在生活上演出，他自己又是导演又是演员啊。你见没见过在恋爱关系里边或者跟人相处里边那种特别爱作妖的人？他作妖永远，他这就是表演型人格，表现的特别的夸张啊。他在干什么呢？他其实内心是没有安全感，是他在小的时候经受什么样的创伤呢？就是他用这些来引起别人对他的注意，用这些来试探对方是不是爱自己，明白吧？跟这些人怎么样交往，是这样的人怎么样约束自己，不让自己那么难过，总陷入那些个就是让人不理解的表演状态，这里边都有他的一些个方法。嗯，这是我给您介绍这本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啊？如果有小样的朋友呢，咱也上一波链接，咱们我一边说着您一边拍着。我刚才唾沫星子烂飞的给大家介绍了，大家有没有喜欢的？有没有觉得？不知道我举这几个例子有没有共鸣啊？有没有共鸣啊？就是面对这些，当然了，每个人不见得是一个人格，可能是一个人格表现的比较多啊。人都是复杂的，对，可能会有好几个人格，只是哪个占的百分比不一样。嗯，还有那种回避型的人格。啊，他明知这件事很重要，啊，愿意逃避，啊，这真的就是，教大家这个方法怎么样改变自己和改变对方，改变不了对方呢，就学会如何与这些人相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是傍身的利器之一啊，嗯，如何拥抱一只刺猬，这本书推荐，看完了之后，推荐，对很多问题豁然开朗，嗯，推荐，嗯，比如说那个依赖型的。就是这人这上举的例子，就是苏大强，苏大强那电视剧叫什么名来的？啊，都挺好，都挺好。里面那苏大强，这苏大强就是典型的依赖型人格。你看，给他的闺女，给他那个儿子作妖，作成啥样了？啊，他你看这辈子，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依赖型人格他都是打小挺幸福，小时候父母管，结了婚了老伴管。等老了孩子管。嗯，给你透露个小秘密，我在下李九春的父亲就是这类型的人格。那种人其实就是挺幸福，但是你这个玩意儿你得有多大的爱才能包容住这样的人啊。如果自己有一点这样的，哎，可以通过这。是很正常的。其实你比如评论区里边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依赖型人格？嗯，肯定有啊，也推不开的，你怎么办啊？他说的是自己可能就是依赖型人格，也是也有很多很多
爱情的底色是人格啊，家有儿女。啊，这种人是怎么改变的？我这书里给咱们提到过啊，我印象是他告诉我怎么改变这类型的人，慢慢的给他一种力所能及的事儿来干，千万不要困难这件事儿，让他得到自己干事儿干成功一件事儿的收获，那种喜悦激励他慢慢干很多很多的事儿，慢慢的这种人会反过来的，啊，就是用这个捧的方式。捧着方式，你干这个，他这种，我自己也，咱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种事儿啊，啊，肯定现在很多人有这种，把整理家的时候，收拾家里很乱的时候，到一定程度一下，这一天什么都不干，只收拾房间，收拾完那种成就感，特别满足，对不对？就类似于这种成就感，让依赖型人格的人慢慢获取，难度一点点增加，慢慢的你会发现，他不是能力有问题，他会独当一面的，嗯。只能理解的跟这种人接触啊，这个我就讲到这儿啊，好多朋友特别的讲的心缝里去了，对不对啊？只要我不是胡说八道啊，这都是我有也自己亲身经历，我有阅读第二手的资料啊，反正这本书如何拥抱一只刺猬，不管是恋爱吧，还是亲情吧，还是朋友吧，我觉得都可以看一看，嗯，把人格弄清楚了。好多人说你不要跟人家生气或者跟人家交往，不要光看他说什么话，要从他的作为之后，他的人格了解清楚了以后，这是识人的秘术啊。你了解他，不是说他这人，他成长背景，他这个年龄，他是什么职业，这都不重要，你只要把他这个人格给拿捏清楚了，这一个人你就看透了。嗯，有些时候自然而然都不用书上教你的方法，自然而然的你就知道了，你只要了解他的人格以后，就知道如何与他相处。啊、哦、明白吧，这就是这本如何拥抱一只刺猬就介绍到这里，有需要的朋友呢去拍一拍啊。有需要的朋友赶紧去拍。嗯，鼓掌。啊，连葛老师都认为我说的很不错，是不是？嗯，确实啊，生活无非柴米油盐嘛，生活就离不开跟别人相处。阿拉水发来晚了，嗯，来晚了啊，对吧？我看，嗯，互动的都不多，都在听我说啊，都在听我说。嗯，大北哥，嗯，欢迎大北哥啊，榜二大哥大北哥，榜一大姐小猫兰兰啊。报告粉丝朋友们一个好消息啊，李九春同志又有男粉啦，真不容易啊，快给捧上天吧。大家一定要保护大北哥。啊给咱们在榜的一二三朋友们啊，给他们打一波支持好不好啊，扣一波大拇指给榜一大姐小猫兰兰。榜二这大北哥，还有一直的护群护法少林武僧杨壮壮，给他这三个人一点掌声，给一点掌声鼓励，谢谢这三位朋友们。男粉这么稀罕，确实稀罕呀，少啊。嗯，终于有男粉。嗯，给这三位朋友们一点掌声鼓励，谢谢朋友们啊、嗯。女粉怎么没有这个待遇啊？也有这个待遇，这不是玩笑吗？你看你这个什么贤他说的是吧，还是个有点女权主义者啊。啊，别生气别生气，嘿嘿宝贝儿在这儿呢，别生气，白云黑土在这儿呢，别生气。嗯。因为现在这种情况，咱们隔着屏幕聊聊天，不管是男生女生一块聊聊天，不管您什么年纪，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因为现在好多也在家办公的啊，在家上网课学习的也出不去的啊。然后这个书，我不能老直播，不直播的时候用书本来陪伴大家，确实一个好的，就是我的一个初衷啊。嗯，春姐现在直接把饼换成锅盔了，换成锅盔，好吗？你们脑洞实在是太大了啊。嗯，谢谢朋友们，谢谢朋友们啊。小张导，这什么意思？看过我两次了啊，谢谢你啊，谢谢你的关注，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啊。
然后我在推书之余啊，在给大家推荐好书之余呢，还弄了一个成语课，大家都知道哈。有听过的吗？有没有听过小伙伴？就是春节成语课，我用这个评书相声的方式给您讲解成语，不管是孩子听还是您纯粹的想听我的视听享受的声音，我做了100集，现在涨价了，原来是119，现在涨成199了啊！现在我要介绍一下这个成语课啊，通过这个几个月时间吧，给大家更新完，现在更新到10几集了吧？啊，马上要更新到10几集了。这是我给自己一个雷，上了100块新活。我以前觉得卖119给大家弄点福利，后来觉得实在亏，涨到199了啊。但是在咱们直播间呢，都是一些个老朋友呢，我给大家都是半价销售，还是99，不到100块钱。只在直播间里是这个价，9毛9一节课，大家你想值不值？啊，我每一节课精挑细选，用评书这种方式给大家讲解，啊，这个100个成语课是200-300个成语，啊，啊，我不是画饼充饥啊，我现在来给大家兑现了。下面呢，我就要用评书的方式，啊，让您现场好多让朋友们去试听，好多朋友也不知道，也没看直播，也不知道，您可以在现场感受一下我是如何用评书的方式给您演绎成语故事的。有想听的吗？有想听的吗？嗯，这个全国各地都能买啊，朋友，今天咱们直播间99块钱，这是线上课，99，但是咱们99块钱也是有限制名额的。咱们今天就10个名额，看有没有想随缘的小伙伴，跟九成老师一起学习成语。在咱们在直播间一直是给咱们那个粉丝朋友的一个福利啊。像外边呢，你就不关注咱们这个领域的人呢，他买就让原价买了，199了啊。对，因为我觉得是付出实在太多了，投入产出比低，说实话，哈哈哈。现在已经上链接了，有想要的小伙伴赶紧去拍，10个名额，就10个名额，99，上10个吧，10个名额。我看他们那个好多个直播的人都有什么愿望清单，是不是？好多人也劝我，芝姐你也弄点愿望清单，收多少多少礼物，你再给大家聊，我不要这些啊，我的愿望清单就是大家能够买我的课。我们的愿望清单就是大家能够跟老师一块学习，都能增长知识，还能有收获这个乐趣。这是我这个小伙伴啊，这个葛老师他的那个什么，就是这个也不用说，因为现在好多朋友说买书你发货不好发货，这个就在抖音里边买，就在抖音里边听，这个时间呢来陪伴着您啊，用我的声音来陪伴着您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啊，而且这里边确实啊有教孩子，因为你看我嫂子就买了，我嫂子是谁呢？我嫂子是我大舅子的媳妇儿啊。就买了，买了是什么呢？就给孩子听啊啊！他好多，他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啊，他弄下来给孩子们听听成长知识的这个过程。因为这种我们是语言工作者嘛，我来讲解起来肯定比不敢说比别人吧，比一般的不是从事语言工作稍微有点优势啊，就是什么生动啊，什么你讲的大伙儿爱听啊，孩子们感兴趣啊，等等吧，啊，这是他对我的一评价，我还挺感谢他啊。好多朋友，你可以当故事听，你可以当评书听，啊，我那里边有很多个选，因为成语都不一样嘛，有那个故事性强的，有描写风景的。你想我这次更新完了以后，有那个上一次上次更新的那个陈母问勇。啊，岳母刺字精忠报国，这是一种情怀啊，好多是讲情的，好多是讲理的，好多是讲词句优美的，好多是讲故事人物的，这都不一样啊。食堂的小果喜马拉雅没有，只在抖音有，只在抖音有。咱们这是一个成语课，对，成语课，对，大家没有的可以拍一拍啊。你看这些评论区里好多就是买过的朋友来这个反馈一下啊，确实啊，这是我用心之作，用心了100个新活呀，亲爱的朋友们，每一集里边好多成语啊，为什么涨钱你知道吗？啊，确实啊，我天天叭叭叭叭叭的啊啊，你像昨天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好多朋友他不知道的，又没去试听的，有试听课您可以去听一听，就是越往后
我也是在循序渐进嘛，越往后更新的可能越成熟，更新的越多，咱们那个课可能还会继续上线。嗯，因为直播间也不可能永远99，因为随着一开始我们更新少，后往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嗯，它的制作成本啊，制作周期啊，就会增长，它的成本也会拉高。嗯、咱们这个99的这个直播间的价格也不是一个永久的。对你好多我的小助理啊和这葛老师这一直都特别心疼我啊，你这真是没白日没黑夜的搭时间呀 啊因为你稿子是我自己写，你得弄稿，把它弄成一个演讲稿似的类似的，这样你得说呀，这语言得表达呀，啊主题是什么啊，这成语怎么用，对不对，什么近义词反义词，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了啊，能让您完全明白那个意思以后，就不用再你说照本宣科跟老师讲的定义呀、造句呀，这都不用，用不着了。为什么呢？您深刻理解的意思，自然您就会了。嗯，对，这是我一个小初衷啊。现在没有拍的朋友们赶紧拍一拍啊，这跟我那个达成愿望似的啊。彭宇说目前是到9级，但是咱们明天该更新了。嗯，明天更新4级。啊，我承诺的是一周啊更新4级左右啊，现在我想让人快一点，好多朋友不过瘾，昨天一朋友说跟家刷碗听您那成语课，我都听好几遍了啊，催更来了，上这儿啊催更，我这样明天更新4级，要不然今天晚上就更啊，高兴我今天晚上就更4级啊。有催的啊。好了，现在我给大家演一边演绎的，没有拍的朋友们赶紧拍一拍啊，在直播间值啊 ,99,99, 现在已经涨到199了，好不好啊，还有心疼我的啊，我不心疼，乐此不疲。为什么呢？你心疼我，我特别理解您，演员已经很累了啊，你心疼您啊，是我特别谢谢您。但是呢你时光又不能虚度啊，我总想要干点什么。嗯。能够用这个方式，用电波的方式跟大家，能够交流见面，您听到我的声音，我是特别的欣慰，特别的谢谢大家啊！没拍的朋友赶紧拍一拍，好不好啊？马上今天最大的一个站就要出现了。嗯，还有要的没有？有没有没拍要的？扣个一我看看，有吗？没有吧？有，拍了。啊，有拍的朋友了是吗？啊，孙姐，我上完体育课了，又来找你了。哎，你好，糖糖，这是个老朋友了啊。在直播间，小伙伴不要走啊，点赞，马上这个今天最大的一个礼物，现场给你表演成语，叫这开始啊，就是评书的方式来演绎这些成语故事啊。昨天我说的是这个谈笑自若，说的是甘宁、甘兴霸《三国演义》的那么一个故事，不是所有的成语都具有这种故事性。明白吧，都是能演绎成这个，还不是都是分段的，风格都不一样。我前更新那几集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内容都有，您都先尝一尝啊。我不能说因为它故事性强好给您演绎，我就给您介绍好的成语。你比如说嘛，今天更新完这四期之后再更新的有一个美的窒息的成语，都是美文，也有出处啊，给您讲的明明白白，这是干什么？我用语言给您塑造一个语境，让您闭着眼到达那个空旷神灵的那个状态，啊，也是洗涤内心的陶冶的一个过程。不单是学习历史的那个时候就啊，亲爱的朋友们啊，您那慢慢拍着，我这慢慢说着啊，就跟那个愿望清单似的。下回我也弄一愿望清单，我的愿望清单就是。上几集成语课好不好啊，谢谢朋友啊。下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成语好不好啊，好，有想听的吗？我现在开始了。我想听的朋友们赶紧鼓掌。礼仪性的掌声，礼仪希望您见到您礼仪性的掌声。鼓掌啊，这会儿就不要再走了，这会儿你要再走你就错过一个亿了啊。好，咱们现在开书好不好啊。今天给您说这段成语呢叫什么呢，叫一箭双雕。这成语想必大家都听说过，意思也非常的好理解啊，同时干了两件事儿，或者一件事儿
能达到两种不同的效果啊，隐身呢就变成多种不同的效果，一箭双雕。字面上理解就是一支箭射下两只雕，很好解释。哎，但是有它的典故。这个古人啊，在过去的时候啊，天上这些个雕啊、雁啊这些什么的，既是他展示射术的这么一个途径，也是当时真实的人们拿过来吃肉用的，明白吧？我之前给大家讲解过，过去这个雁啊，跟现在的鹅，这是我之前一段这个成语课里边叫木雁之间那一篇成语里讲过，还分的不是特别的清楚。今天是说的是什么？是雕。雕只识弯弓射大雕，这在伟人的诗词里您肯定都知道，发生在也确实是在蒙古草原上那个位置。不过主人公是谁呢？给您介绍介绍，这人父姓长孙，单名胜，长孙胜。胜字怎么写？上面一个扁日，底下一个成。这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很多朋友肯定不太熟悉，这是北周的人。北周啊，就是南北朝的末期了，北周之后就是隋，明白了吧？他是北周人。您看这个姓，他姓长孙，姓长孙呢，他就是少数民族，在南北朝那个民族大融合的那个时代啊，到达隋唐的那个节骨眼的时候，少数民族跟汉族的融合基本完成了，只有这样的民族大融合才开启了隋唐的大盛世啊！当时长安就变成了世界的中心。这个长孙胜是北周的人，父姓长孙，他是鲜卑人。说长孙胜，我说了半天了，你可能不太熟悉，我提俩人您就熟悉了。长孙胜有个儿子叫长孙无忌，想必大家非常的熟悉，那是唐朝初唐的一代名相啊，啊，开创唐初盛世不可磨灭的一位大臣啊，长孙无忌的父亲长孙胜。很多朋友说了，我是历史盲，长孙无忌我都不太了解，不太熟悉，那我就再提一个人，长孙胜有个女婿，你就是再不熟悉中国历史人物你也得知道吧，就是唐太宗李世民。这下就明白了吧，唐朝隋朝那些个后宫们啊，都跟鲜卑族少数民族脱不开关系啊。这个长孙胜再给您说一个题外的小包袱啊，是德云社的粉丝，听书的粉丝，您肯定能乐，您100%的乐。他现在父姓长孙，原来姓什么姓您知道吧？提拔的拔字您知道吧？双字两个拔，原来他姓拔拔。这段时间是留给这样在现场留给朋友们乐的时间了啊！原来姓拔拔啊，后来姓长孙。他也是啊，这个贵族出身，他的祖上也都是身居要职啊。相当于汉族士大夫地主阶级的那么一个传承，大族出身，年少有为啊，年轻的时候智谋高远，武艺出众，是文武双全，长到18岁做了一个小官，在哪儿呢？在东宫。东宫大家都知道啊，太子所住的宫叫东宫，在东宫啊当了一个侍卫的一个小头头啊，跟那执戟郎那个意思似的，侍卫的一个小头头啊，官职不高，但是呢非常受人的重视。受谁的重视？受当初啊还不是皇上的这个隋文帝杨坚，那个时候还是北周的一个大臣，后来他的篡的北周称的帝啊，创立的隋朝。他见到十几岁的这个长孙胜的时候，就断言就这个人将来肯定是一代名将，他是有勇有谋啊。后来果不其然，出色的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什么历史任务？当时的北周跟北方的少数民族突厥呀。我们中原王朝啊，在过去古代的时候，各个时期都严重的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
他们或和亲或交融啊，或者开兵建仗，是我们这个中华血脉往前滚的，往前滚的一个过程当中的吸收血液，吸收新鲜思想，血液强迫还强壮基因的一个来源。你想汉朝那时候匈奴，到了隋唐时期就是突厥，到后来有蒙古啊，有金啊，有辽契丹人等等等等。那个时候呢，鲜卑族啊跟中原王朝，在北周啊跟突厥可汗啊关系还相当的好，互派使者。那个突厥可汗呢，对待这个汉人啊他认为成天舞文弄墨，武力上不行，怎么办呢？北周就派这个长孙晟前去出使突厥。出使突厥，因为他智勇双全呐，其他人这可汗啊，这可汗叫什么呢？叫摄徒，摄徒可汗。哎呀，别人都看不起，唯独对这个长孙晟是另眼相待，看上他了。为什么？武艺高强啊，也是少数民族出身嘛。哎，每次出去狩猎都带着这长孙晟。说有这么一天，这个可汗呢，在大帐外边看天空之中，两只大雕在干什么呢？半空中盘旋，争夺一块美肉。两只雕争夺一块肉，嗖嗖从这箭壶里边来，瞪出两支箭，交给长孙晟，说：“你这两箭把这雕给我射下来。”长孙晟看了一眼可汗，看了一眼空中的两只雕，接过一支箭，只接过一支箭，背着弓，骑着马，双脚一蹬飞虎战，小肚子一撞铁锹梁，在草原上这么盘旋，上面两只鹰盘旋，它在地下盘旋，在干什么？第一，靠近这雕的位置；第二，找角度。弓开如满月，拉弓拉老力，拉开了以后，犹如泰山坐顶一样，睁一目瞄一目，往上瞄，等半天不开弓放箭，为什么呢？找位置，找好了位置以后，啪嗒一声，箭走似流星，噗噗，一支箭都从这两只鹰的胸脯子的正中间的位置穿过去，噗噗，啪嗒，两只大雕落下尘埃。这就是著名的一箭双雕。它不单是履历过人，履历双榜一较劲，这个履历过人，而且瞄得准。它不单射箭好，打弹弓打的也是一绝，可以说是百发百中。这一下把这可汗就给震了，你说这个北周真是能人辈出啊，一箭双雕从此传为了美谈。一箭双雕成语的故事出处这儿就能给您介绍完，可是长孙晟的故事那之后还有很多很多。历史上给他的标签，著名的军事家，著名的外交家，一己之力就这一个人在对付北方少数游牧民族上面，那是才华施展那就是他的舞台给您再举俩例子。之后隋文帝杨坚称帝之后，他是带的北周北周跟那个突厥可汗关系好这个突厥可汗就惦记替北周报仇，发兵攻打隋朝。隋文帝杨坚刚坐龙庭不稳呢，怎么办呢？一筹莫展，是打是和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办法。这时候看出人家长孙晟来了，当年他在这个大草原上一箭双雕的时候，不单这个可汗你不单这个摄徒可汗对他好，摄徒可汗好多弟弟他们都貌合神离因为那个时候的部落制的都是各个的部落是部落联名的形式这种联盟就相当的松散，都惦记当这个大汗。他就利用了突厥各个部落之间的矛盾分化他们然后是各个击破，使了一个反间计，自己就打起来了。一己之力是外交手段解决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咱们再给您介绍一个再介绍一个这个长孙晟的这勇武地方在哪儿。到后来再跟北方这个突厥打仗，那个时候摄徒可汗已经去世了，新的可汗联合着这部落来跟北方打仗。那个时候带兵打仗的王爷是谁？叫晋王，知道是谁吧？隋文帝
杨广的儿子，未来的隋炀帝。嗯，啊，我刚说错了啊，隋文帝杨坚的儿子，未来的隋炀帝，晋王，那时候叫晋王啊，啊，晋王杨广，晋王杨广带着他一个人就足够了。说为什么带着那么多部队，面对着突厥的那个大军，这长孙胜一个人啊，带领着部队往前一冲，对方连交接都没交接，直接就败退而走。连这晋王杨广自己心里都琢磨，这是怎么回事啊？以前跟少数民族打仗的时候，打得非常的艰辛，这一仗，长孙胜带兵往前一冲杀，光俘虏灭亡的就够2000多人。后来逮了一个俘虏大臣一讯问，这才得知，我们知道领兵打仗这个将领是长孙胜啊。长孙胜一见双雕的威名响彻大草原，我们就服了，我们就降了。啊，这一仗奠定了啊这个中原王朝跟北方少数民族的根基，这为后来李世民称为天可汗打下了基础。这长孙胜的故事是代代相传的。没有醒目啊，没有醒目啊，给您介绍这么多，因为我呀一个小故事给您拓展就多。好好好，赶紧给有事老师鼓掌。不敢给您说这么多啊，喝口水。因为我这一表述起来，尤其是以说书的形式，只要是观众朋友们您在啊，你要有现场有观众更得了，就这一段我能给你说一钟头。好啊，因为咱们不能说太多，您在这个隔着电波隔着手机啊，还看不到您当时的表情，以只能以我十多年的舞台经验来判断您当时的表情和听到什么地方啊。我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大概越往后越是这种类型，好不好？越往后比这说的越精彩啊，来解释这些成语故事。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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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记住一个拔拔了啊。啊，我那个愿望清单不知道亲爱的朋友们给我完成了没有啊？嗯，有没有受买课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咱们这直播间99啊，便宜好不好？原价是199，半价给大家啊。我打算呢把这个赶紧更，赶紧写，赶紧更，赶紧录，给大家弄完了以后啊，我就在新的领域给大家重新的讲述评书的方式，讲述其他的东西。你比如说看书的心得啊。哎，我给调查一下子，亲爱的朋友们，调查一下子，就是不管是一段小历史啊，不管是对各个历史人物、小说人物的解析呀、啊，这个大家感不感兴趣？我以后想录录这方面的课啊。您扣扣一二三四五什么的，我看大家在听没在听？哎，有人没人？都吃饭去了？就没有反应呢，我看是我这手机卡顿。哦，这鼓掌了，鼓掌了。哦，谢谢你们的掌声鼓励啊。哦，这有扣字了，哦，看见了，看见了。清单就是拍书。愿望清单就是拍书啊。听历史的，大本哥爱听历史，南京史不能说啊。嗯，这个历史啊，你看我讲这个这东西啊，你比如说昨天讲那个谈笑自若，我是打三国志，得从三国志上吸取原文来给您解读，它不能按照演绎来，明白吧？但是呢，这个成语有典故的，有历史故事，有寓言故事的，有讲笑话，有神话的，都有。反正我这100节历史课，说实在的，不说是百科全书吧，反正也是这个历史长河当中的各个典故的精髓。说是以成语课，是按照成语课这个模型、这个模式来给大家讲解这些个故事啊。嗯，你要感兴趣的，我赶紧把这成语课给您更完以后，咱们就换其他的啊。哎呀，其实说良心话，我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亲爱的朋友们。为什么呢？100集呀，每个里边前期都是好多个成语啊。你看今天这个，你像一箭双雕，这故事性强的，我给您介绍东西多啊，就是现场演绎版的。我录的时候不照这么现场演绎版，这风格还稍微有点区别啊。我就是怕朋友们给朋友们少啊，好家伙，那好几个成语啊，我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这是啊。你看我们说书人呢，都是坑别人，给别人挖坑，让别人进坑，我们是给自己挖一个大坑啊。连我那小助理，我这葛老师私底下都说你也忒实在了，你啊，
99块钱在直播间，外边涨的就是还是和2块钱一个，这和9毛钱一个啊。99块钱 ,170, 给孩子给自己都合适啊。咱们成长知识又体验这个语言魅力啊。没拍的朋友拍一拍啊。好了啊，每天说播一个小时，现在都一个半小时了是吧，嗯。一个半小时咱们今天就播到这儿了，咱们该吃饭吃饭去了好不好啊，我也歇会儿喝口水啊，吃个饭啊，咱们晚上见好不好，晚上见啊。你们猜一猜今天是不是画饼礼，九春是不是给再给您画大饼，晚上到底在不在呢啊，咱们晚上您就揭开分晓了好不好啊，咱们我尽量来好不好，尽量来，没有事我肯定来，我肯定来，我啃大腿我也来好不好，咱们晚上见啊，晚上见。